还是希望宽姐要睡觉，然后烟不要再抽了。对，然后身体健康自己要照顾，因为老一辈的离开我们是在所难免，但是就是要走出来，也的确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哈。宽姐有瘦很多吗？有啊，真的瘦蛮多的，就是请她要节哀，然后身体还是要注意啦哦，因为那个兔妈妈生前也是，就是当然也是希望说她就是身体要健康。那宽姐一直都对于弱势的团体非常的照顾，像刚刚在里面啊，我就蛮感动的，因为那个小可乐果剧团那些就是他们就是除了表演给宽姐看，然后还就是时间，对，他们就是时间到了就进去表演给对给阿妈看，就是希望这个善的循环继续，然后但是就是还是希望宽姐要睡觉，然后烟不要再抽了。对，然后身体健康自己要照顾，因为老一辈的离开我们是在所难免，但是就是要走出来，也的确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哈。因为我自己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，所以就是还是那宽姐以前对我们大家都那么好，所以希望宽姐就是要撑住，然后能够继续帮助这些弱势团体。这样。宽姐有瘦很多吗？有啊，真的瘦蛮多的，就真的瘦蛮多的，因为我也有我有这几个月没看到她，真的瘦蛮多的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你们辛苦了哈，拜拜。谢谢。